1小时。全部都关掉了。不知道有没有人吗？人还挺多的哦，还是挺多人的哦。明天礼拜一上半天，还是有挺多人，而且包厢都有。吃什么好呢？一个人好像什么都吃不了。吃什么呀？酸梅汁。然后我要再加一杯水。谢谢。毛肚，好多哎，算了，不理。老油条这个是必点的，可不可以要四分之一份？有点多，只有一个人，好孤独哦。我点了两个清汤，他还真的一点点枸杞都不帮我拿。然后点了一个菌汤，还有一个番茄汤。然后这毛肚好恶心哦，就一整坨，不知道是什么鬼。然后点了个菜，油条，然后豆腐，还有干水。哇，这个毛肚真的，哇，跟毛巾一样。应该没事吧？我先清水烫一下，先过滤一下，然后再放进去。整个跟毛巾一样，不知道在干嘛。这毛肚还挺好吃的，味道还是可以。一个人来海底捞的话，对面会有只熊，我是完全没有的。一个人吃了165块，非常好啊，脂肪600克，蛋白质吃了230，总热量吃了4000 ，OK， 这样算哇，我等一下走回去了。一出来吃完就早上了。6点钟，突然半路遇到歹徒，特别熟悉。你说你怎么会知道我在这里？是不是因为我给你发信息了？不然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啊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呀？大数据，我通过自己的查找。然后你不觉得我会打的回去？我反正就过来了。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？女孩子晚上就别出来了。其实我早上4点就起来了。我4点，我说，黑不溜秋。我以为你还在睡，那被子在那儿，我拿个灯一照，怎么没人了？下来我就赶紧，我看你在哪里，走去吃早餐。走，现在6点哪来的早餐啊？6点不就吃早餐了是吗？哎，送你一个礼物。啥礼物？掏钱买了。吃啥呀？吃剩的呀。你怎么还吃了一顿？不然呢？你去哪里找的呀？不告诉你，我还专门。你是不是定位我了？怎么定位你？你是不是在高德定位我了呀？怎么高德定位你啊？不然你怎么找到我的呀？肯定海底捞有写呀。没有，让你看一下了。有了。就这一个呀？它是海底捞火锅，就这个呀，没有写地址啊。可是这附近海底捞也只有一间而已啊。2家了。所以你是怎么过来的吗？我是打车过来的。所以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我会搭地铁呢？可能我打的了。有吗？我本来打算住酒店呢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我说赶紧在你做决定之前，赶紧6点之前到。你怎么发现我在这个站呢？说嘛。其实我跟了你一路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啊。你刚才在这儿拍了是不是？
开啥呀？开这个肯德基。你跟着我，你四点开始跟着我。没有。哦，对呀，我吃饱出来，你才跟着我的呀。就是你定位看到了呗。对。我反正吃饱了，吃了200块。这里有你一个人吃200块，这里有60啊。哇，你屌！我只叫了两个汤底，很好了。他那个汤底贵，汤底就100。我觉得我应该不会再去海底捞了。然后他也没给我送娃娃陪我坐，里面又有人抽烟。走去吃早餐。哎，我发现早上5点多、6点多起来，这个人精神抖擞。谢谢我啦。谢谢啦，健康生活从今天开始啦。跟大家说再见。好了，这个影片告诉大家，即使惹了也要通过，不要得罪女人，即使惹了出去了也要通过自己的智慧去寻找。还有奉劝这个镜头前面的女生，就是不管怎么样吃好喝好，注意安全。然后怕啥呢，深圳那么安全。你像你这么美丽的女子大晚上出来我担心呀。这件事我早上看着他来楼面，哇，1块钱而已。是啊，好早啊，这间店。我看3、4点就已经开始弄了，好像是真的自己做的。有一些不是啊。我看你是自己。你要啥？你不吃啊？哎，我付吧。好的，谢谢老板。好吃吗？就是酸菜。是自己做的吗？是自己做的。不好吃。还行嘛，就是主要你吃太饱了。嗯，好干，哇，好干，太干了。嗯，不行。也许你会发光，也许